听见掌声又怎么砸成 Lucky， 欢迎来到我的 Studio。 今天我们继续玩一点 Don't Starve， 我们今天要升级我们的家园，击倒一些邪恶的生物。我们已经活到第七天了，我记得我在第二季的时候好像是活到二十几天样子，鲍本觉得我这一次能够活到二十几天吗？希望能够活到二十几天。好 right， 那今天我们这一集呢，我们要先去发一点石头。我发现我这次走路的速度好慢哦。之前在线上模式玩那只狐狸走路速度很快哦，所以会让我觉得，哎，我可以带，我可以换花圈了，会让我觉得就是这只走路速度有点慢慢的。我们先发一点石头好了，我们会需要很多很多的石头，也没有很多啦，就是一些石头，所以我们先采一点石头回来，然后这个东西可以拿走啊。没有位置拿了吗？没关系，先放地上。嘿咻嘿咻嘿咻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哇？我的东西坏掉了，再做一个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自己的身体烤干再移动啊？我又捡到这个，捡起来。身上有好多东西，好像都要带，好像都不用带，就是不知道该带什么东西。我们先把一些不需要带的东西先放着好了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六个应该够。好，我们先做一点石头，然后升级东西。先升级东西，好急。我看一下哦，升级东西是我们要做这个吗？黄金不够，怎么会不够？嘿，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刚刚昨天晚上做避雷针，然后不够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怎样？出乎预料，出乎预料。我想一下哦，吃掉这个，增加一点理智，然后把黄金先放着，不会有人来偷我黄金。然后，大便先放着，不会有人来偷大便。然后你们都走开啦。种子捡起来，这边可以种一点。好，我们先去北边，然后我要带着我这个 shovel 去，这样子我在路上的时候啊，如果有看到一些，哦，我先种一下好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已经花了四分之一天这边来来回回跑来跑去，黄金会发光哎，好酷哦！好，他们会吃邪恶的花哎，那些蜜蜂，不是那些蜜蜂，那些那个叫做什么，那一些蝴蝶，好恐怖哦！好，我们先往上面走，我们有看到有可以挖走的东西啊，就把它挖走。我们有一个百分之百的 shovel， 哎。这边就有黄金了，不用跑那么远嘛。哦，所以其实还好哦。OK， 可爱的音乐又响起来了。左边又是墓园，其实没有很远呢。好，我们往下走，我们有两个黄金，应该是够，对不对？石头的话也应该是够，十块石头哎。嗨，应该是够。好，我要往家里走，升级我们东西。明天我们去击倒那个邪恶的生物，把黄金捡起来，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石头出来，做一个切石 cut stone， 就是切过的石头，然后再做一个这个东西出来。然后我们会需要两块切石。啊，刚好可以。我在想说，如果不够的话 ，Bob 一定会骂阿神说：“阿神，你刚刚不是算好了？”然后我们会需要，需要伐木，会需要伐木。可是我没有这个，所以我要做一个这个，然后把一些东西丢进去，像是这个，然后还有，我有这个。哎，对，刚刚放进去的那个，然后还有这个，好乱哦！豹门表示，阿神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，没关系，你懂，你懂。催眠中，你懂。把这东西弄起来，然后捡一点木头起来，之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铲子，一咻把这东西挖起来，一咻，因为它拆占位置，捡起来，还有这个，一咻，这个东西是那个。我看到 Bob 们说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它是腐败掉的食物啊！你忘记我们在昨天的时候，哦，东西长出来了。我们在昨天的时候，不是你，我刚才你把它挖起来，我们只要采集就好了。这个能源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哎，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啊？也许它晚上的时候会发光。好，我们先把它叠起来。它改过的版本啊，可以把东西叠起来，像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先来发一点树好了。哎，这个不是我要用的。好，我们先种起来。然后咔嚓咔嚓，我们现在有八块木头，我们就等一下回去的时候可以做点木板，然后升级成第二个，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哦，升级成第二个时代，就是第二个时代，世纪帝国玩太多了，叮叮叮叮，那是什么声音？升级成第二个就是科技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的装备，可是我们的装备会需要一大堆木头。没有办法 dig 它吗？啊，我们要换成那个，哎，不对，换成，我的哦 ，shovel 在这个地方，
哎，没有办法，为什么没有办法把它挖起来？奇怪，好吧，没关系，可能是一些 bug 吧。那我们先把东西给收起来哦，这东西也放在这里。之后，先来放一点果实进去。这个天气啊，它一直下雨啦，让我觉得很烦躁。所以我要换帽子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换成这个帽子，换成草帽。嘿咻，放进去。然后我们可以用木头做出木板。木板的话需要四个，所以我们可以做三个，一个，两个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都烤来，变成家里制的东西都弹出来了，吃掉。这个也吃掉，虽然它会扣一滴血，但是我觉得扣一滴血还好。对，好，这样子应该可以。然后没有什么食物快坏掉吗？看起来还好。木板捡起来的话，我们接下来应该可以研发这个了，对不对？需要四个木板哦，怎么需要那么多东西啦？快要晚上了，希望来得及。一小一小，我们来取一个木板，不晚上了啊！砍快一点，捡起来，捡起来，嗯，放着，放着。我打雷，看到东西嘞，捡起来，捡起来。哦，打雷救了我一命，等等，嗯，有了，好、哦，我刚刚突然找不到东西在哪里，加进去。加点大便好了，不管了，放进去吧，通通放进去。四个还不够。我看一下哦。我刚如果找不到的话，不就死掉了。我们还缺一个木板，这个应该可以，现在还看得到东西。靠近外面的话，里脊降好快哦。啊，东西坏掉了，不过我还有第二个。咔嚓咔嚓咔嚓。不，有听见吗，爸爸们？每次讲的时候都会跟你们讲，说有没有听见。好，现在理智状态应该是还 OK 哦。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的话，它就坏掉了，就是这一整片的草原就会着火。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有发生过这种事情。我看一下哦，我们把这个东西先丢在地板上，然后研发第二个，终于可以了，再做一块木板出来。塔当，为了做这个东西花了好多时间哦，放在这里好了，有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做装备的话，我们会需要看一下哦，我们会需要八个木头，两个绳子。我们先来做绳子，一个绳子刚好可以两个绳子，两个绳子有了。然后东西都放在里面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带一个在身上，黄金我们不是需要带在身上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可以种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先丢着好了，可以种吗？太黑了，理智降好快哦。拿去加点燃料好了，以免度不过今天晚上。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带在家里的呢？看一下哦，好像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食物的状态还可以，然后东西都还没有长出来。好，那明天早上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伐点木头，然后做出我们的木头装备。我们手上有武器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这边有一块木头，我刚好看见，啊，坏掉了，怎么还有一个？就是可爱的 BGM， 嘿，哦，他说武器滑滑的。他说东西滑滑的，所以手滑掉不是坏掉了。好烦躁哦。怎么那么烦躁啊。换成这个，我们要八个是不是？哎呦，那边有三个四个，哎呦，五个六个，这个可以种，还给大自然。身上的东西都滑滑，我们现在把自己烤干好了。现在降得很快，理智也降得很快。我们先换成这个，让我们理智提升一点。快点烤干，不然它会一直降理智。有没有发现我们理智一直有在降？可是现在是白天，那是因为我们全身湿湿的。哎呦哎呦，好烦躁哦，这游戏啊！那个加点东西进去，快点，我要烤干自己。41、40、39。我看到奇怪东西了，看不看到我们角色的表情？我要一直降欸，好糟糕哦！我们要怎么增加理智啊？怎么办啊？快点，快点把我自己烤干。嗯，14、13、12，有看到奇怪的，好可爱哦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应该好了。哇，你不要靠近我。我看一下哦。我们可以再挖一点东西起来。哎咻，捡起来，7个，捡起来，我们要8个，这个挖不起来。没有办法 dig， 太奇怪了。不管了，我现在东西都干了，希望不要再下雨了。肚子有点饿，我们可以煮一点东西吃吼。煮点东西吃好了，一个两个。
好好好，这样应该是够了。嗨，好忙好忙，我连自己都顾不好了。一，放一点火进去，烤一点这个。走开啦！看到奇怪的东西了，糟糕！理智微微上升中，我们需要出去外面捡点花朵。莓果我们先吃好了，莓果好像坏很快哦。哎呦，我们左边这个东西就放在那边，让它腐烂好了。Mom， 填饱一下肚子。好啦，我们的东西都吃完了，我们没有东西了，好像可以采集了，对不对？采集它好了，有了，然后再放进去，然后再走到这个地方，把一个高丽菜放进去。好，又到晚上了，跟我预计的时间不太一样，太糟糕了。我们来做一个，这个。好了，我们有装备了。这到底是什么？你在保护什么啦？这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。好，可以接受，包们可以接受吗？太可爱了吧！可以做背包欸。不，我们现在不是很需要背包。哎，不对，我需要背包。对，我需要背包。好，我做一个背包好了。我看一下，背包在这里的，不对，背包在这里的这个。OK， 理智回来一点。好，没有背包。然后，好像吸血鬼哦。你看到那个嘴巴吗？走开啦！走开，走开，通走开。这边还有种子，捡起来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可以，如果我的话，我会想要做一个晒肉架，为了冬天准备。有没有想很远啊？成熟的男人都会想很远的哦。那我们除了晒肉架之外啊，我还想要做，我看一下啊，我还想要做那个叫做什么？煮东西的那个东西在哪里？这里吗？一个叫做 pop 的东西。对，有。我们需要六个煤炭，加上一些石头。煤炭的话，我们会需要烧一点树。所以如果要烧点树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一个火把。我好像放了一个火把在租人家，对不对？这棵树看起来可以烧啊，我们可以烧那个吗？看一下哦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烧，欸，可以吗？可以烧它，把这邪恶的花朵烧掉。看一下哦，转一下视角哦，嘿，烧掉这个东西。哦，不是要捡它，不，这东西很恐怖。我刚理智是不是下降啊？不要拿着火把啦，我们要这样子。然后放掉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放掉，然后这样子 ，OK， 放掉，然后捡一点花，增加我们的理智。刚刚靠近那些东西，理智变低了，不过现在好多了。OK， 这些花应该是刚刚长出来的，刚刚没有这些花，爸爸们有发现吗？但是因为经过下雨天之后啊，大地表就会出现了一些花，所以我们如果有看到花的话，可以把它捡起来。然后回归到我们刚刚想要烧的东西，想要烧东西的话题上面。我把这个东西给点，不是，我要点燃它，然后放着，像这样子，应该不会烧到其他东西哈。好，看起来应该是还 OK。那边有大便，然后东西都还没有长出来。等一下，那边是不是还有一朵花？这个是邪恶的花吗？对，它是邪恶的花，可是它是 OK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东西给砍下来哦。哎呦 ，chop， 这样子我就。四块煤炭，我需要八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少一点。我可以点燃道具吗？可以，我可以点燃道具。好，就把它点燃。然后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的话就看一下哦。我想我要多一点呢，我不是，我想做两个的那个的话，我会需要。哦，烫，树不能着火，我会需要十二个吗？八，我需要16个。对，我会需要16个，12个，我只需要12个，所以它只要6个就可以了。好，让它烧一下，这个东西可以点燃它。我不需要这样，点掉。点掉。OK， 那我们会需要换成斧头，然后天色变暗了，我们要先回去放木头。我没有木头，那我先放这个好了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种出什么了？榴莲。好可爱哦，然后我又种出玉米吗？那是玉米对不对？捡起来，然后可以放一点木头进去，一个、两个。哦，今天没有达成到我们预计想要做的事。我们今天本来要打败邪恶神物，看样子只能延到明天了。然后，如果东西放在里面的话，好像坏得很快。我们要明天之前
下一集 episode 的时候，我们要做出锅子跟打败那只怪物。现在锅子比较重要，因为有锅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外出的时候做一点东西吃了。石头的话也很需要，可以把这个 chop 掉吗？可以，捡起来。然后我们有五个，还需要一点，还需要一点，我们把这个点燃好了。就你这棵树了，放掉。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？哦，这不是一点，这是很多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东西，好远哦，我们可以看到好远的东西哦。砍掉，捡起来，砍掉，砍掉，捡起来。哇，好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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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李智障好快，好可爱。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有煤炭了。我们要做的话，我们还缺石头，对不对？是哪里啊？这里，这里，在哪里？这里缺石头九个，有九个吗？一个，两个，我们还缺两块石头。好 ，All right。这期阿飞就差不多跟到这哦，希望帮我们喜欢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在左下角喜欢，在左下角订阅旋律片频道，是跟着天动台。我们下一期阿飞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